城，在那里。快点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毛毛，毛毛，王永哲，游戏真的结束了。天机阁，驻苍云国，徽州分部。我的房间。云雅，是你。是你在路边晕倒，我带你回来的。看来我真伤得不起。其实，你是被恶意的。去吃点东西吧，走。看来真的是饿坏了。是。你说也不知道谁规定的。生病了就一定得喝粥，那又哪有体力恢复啊，是吧？要我说，还得吃肉。是，你说的对。云雅，嗯，我有事儿想跟你说，正事儿。说吧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找到慕容晨。就这事儿。对啊，今晚你受伤一个人跑出去，在你晕倒的那一刻，你想的人是谁？我想的是慕容晨。我担心慕容晨是因为他是我的队友，我们两个人有协议嘛，要一起找到血昙花，而且我找到血昙花也是为了你啊。